长同志，菜鸟 A 队十二名队员请完毕，请吱声。到齐。是。出去。同志们，你稍息。今晚是第二阶段的综合演练，也是考试。我军侦察机飞行员在敌后被击落了，现在被敌人关押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出击营救，再把他带回来。记住，如果被俘，就没有机会再继续考试。听见没有？听见。菜鸟 A 队呼叫，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求下一步指示。完毕。菜鸟 A 队，这里是鸟巢，你们要在明天天黑以前到达 B 控制点，等待下一步指示。记住，如果失败，没有补考的机会。明确没有？完毕。明确，完毕。时间之前赶到 B 控制点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我们走的可是山地丛林，那不知道走多少冤枉路呢，到时候不止90公里了。前面有那么多老鸟埋伏，还不知道要打多少仗呢，这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，谁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到？红军。谁？红军。红军长征时期，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两个主营行军了160公里的山路，并且突破了敌人的封锁，十七勇士勇夺鲁丁桥，在任何军事专家的眼里，那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我们的前辈做到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出发。他们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能闻出他们的味道。我们不能这样追了，要抄近道，卸掉背囊，加速前进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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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回头，抓住那干部，你俩跟我来。是是。上一次啊，快走。咱俩扯平了啊。天生的，减不下来了。你看我多神奇如影！你又欠我一次啊！欠你什么钱？我说不领情就不领情，帮我拉我一把，嘴硬，来。倒霉蛋，你们出局了。陈排，没事吧？进来。哦，我走不了了，你快走，我要我你动手，我背你。起来，起来，陈满，再坚持一会儿。起来，陈柱，你不能被淘汰，别让苗连失望，快跑！我不跑，我管他叫淘汰不淘汰的。你起来，你婆婆妈妈的，快跑！我不，在那边，他跑不动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点！
军营生涯彻底结束了。有些事情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，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，而为了梦想去努力，虽然没有达到，却无怨无悔；虽然他没有达到，却永远无怨无悔，永远的侦察兵。他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在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官兵当中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尉排长。你还记得他，我相信这已经是他最大的安慰了。继续写下去吧，我们都在期待着。侦察连上。陈排走了以后，我们的训练并没有结束，我单独一个人在丛林里待了一夜，中间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，终于来到了集合点。是肾结石炎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病，严重。我是医生，我知道你是医生。我问你，这病它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不严重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找汇报呢？他不让我报告，他说当特种兵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那我能报告吗？愣着呀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呀？那既然救不了那个笨蛋，那我们不如冲过去给他来个痛快的，给蒙窝了。我们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打道回府，明年再来吧。我们好不容易熬到现在，就这样放弃？可是我们就六个人，那怎么也不够去救人的呀。杀了他倒差不多。不对，除了陈满，咱们还有十一个人。现在是六个，还有五个被抓了，我看着他们都没受伤，要不咱们这样，把他救出来得了。哎，他们可到处找我们呢，那不是去自投罗网吗？不行，我背过集训手册，里面又没说我们不能去偷袭他们的规定，还不是他们给定的？那他们想怎么解释那就怎么解释。得了吧，我们也可以解释这规矩。好主意，就这么着，突击营救。哎，是突击营救还是突击送死啊？我们根本不可能救那个倒霉的飞行员嘛。我们是救不成那个飞行员，但是我们能救出自己的弟兄。魏叔，赶紧给他拿点退烧药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的副队长发高烧了。他说的对，我们能救出自己的兄弟，然后再救飞行员。然后被那群该死的老鸟开除，他们不会开除我们的。为什么？你什么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交给咱们的，我们现在只是拿出来还击他们罢了。我同意。菜鸟的胜利大逃亡啊！现在多数人同意了，三兵。我能有什么？我能有什么意见呀？这你们这群笨蛋都要去送死，那我哪能看着你们去送死呀？那留下我一个人，我也挺孤独的。这山里到处都是蛇。这个没事，蛇就怕吹。对，没错。那行动以后怎么办？
我们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，我们怎么能在12点之前赶到 B 点？最后结果不还是一样要被淘汰吗？他们有车，抢劫军车！我，事儿啊，那可就热闹了。本来是袭击特种兵，现在又抢劫军车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抢劫军车那是违法行为，那够当场枪毙的。他们是假想敌，三兵，我们才是特种兵。哎，哎，对呀。说正经的，我们干他！这天天受他们的虐，我都憋屈死了。我都怎么样？干他！行，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菜鸟也疯狂。锤他个变态老鸟！锤他个变态老鸟！做个示范看看，不许动啊！哎，不动啊！不了，干嘛？过来挖坑！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这两个可是很危险的任务，我必须得看。你废话，他俩挂了，死人一个，看什么看？对呀，忘了。神勇无敌吗？快隐蔽！快！真够惨的，这是我见过死的最惨的老鸟，被菜鸟活活压死的。干嘛呢？快上来帮忙啊！快点啊！你疯了！别动！三兵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卷儿，快快快快快，给我解开！快点，没事吧，班长？哎呀，你们干得漂亮，真漂亮啊！总算是出了口恶气了。快整理好装备上车，我们要赶时间了。老炮，带一组开车，我来 B 组跑步，走吧。是，帮我把 S 推出来。哎，超载了。哎呀，来，走。走啊，走。
难道天生就是跑步的命吗？不是，鸵鸟是。A 组在等我们，我们上山。啊！哎呦，伞兵就是落地的雄鹰，冲啊！要我说，他们肯定在等着我们进去呢。我也觉得是个陷阱，我们一下去，一分钟之内就报销。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顺利通过。先消灭外围埋伏，再进去。怎么消灭？这枪声一响，全都乱了。我们可就这几个人。无声杀人，是他们教的。猛战，还是两组，战斗所专之我，无声的干掉那些老鸟。营救组，老炮指挥，等我们信号。为什么选择当狙击手吗？因为你高度近视。不对，因为我最讨厌跑步了。当了狙击手就可以窝在这儿看着你们跑。那为什么每次5公里越野跑，你不是跑第一就是跑第二？这你都不懂啊！我先跑到终点，然后看着你们跑啊。是不会说话了吗？但是死人身上是有情报的。真没想到，早知道就不放在身上了。快出来！快出来！上！怎么进来的？你很像个飞行员吗？啥也别说了，走人。哎，我可身负重伤了哈。上哪了？我看看。好，弄好了，抬走吧。哎，你们这个野蛮搬运哈，我身负重伤了，你知道吗？灰狼，如果你不想我点你腾穴的话，咱们得过且过好吧。抬走吧。抬抬抬抬抬抬。一二，走。我走！别看了，所有的埋伏都让我们消灭了。哎呀，这么快就被菜鸟给消灭掉了，看样子他们该回炉了。报告，九十公斤。
正义在接应途中被击落了，你们要抬着飞行员回去，腾出一个空背囊，去载90公斤的石头抬回去。我们走。是。甄总，这又是一部网上特火的小说，红肚兜红内裤，您看一下，点击率特高，您抽图看一下。这女的本命年啊？不是，这是一男的写的。小庄你好，我是图书出版人甄玉飞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小庄。小庄，你在哪里？你的书我要了。对对对，不要给别人了，好吧。兄弟，今儿这俩人的饭局场面有点大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。非常你好，这是我们捐给的。我相信你的潜力，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成功的。你个人有什么需要？没有。那什么时候能写完呢？半个月。啊？你是写书呢还是撕书呢？就那点字儿敲出来都不止半个月的时间。知道什么是特殊的意志，特殊的战士吗？我现在知道了。喂，就这儿吧，就这儿吧，开始剪吧。等等，他们干嘛那么傻呀？90公里呢，他们抬着这玩意儿回去啊？我觉得呀，我们完全可以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再塞点进去，都来得及。他们指不定在哪儿，还安排了潜伏哨，你别投机取巧了。作弊绝对是要立即滚蛋，不能重来的。装，赶紧捡吧。差不多了。好。我来试试。我去，太沉了，绝对不止90公斤。他们的秤肯定是不准的，既然决定了要找我们，办法多的是。这样，我来负责远程警戒和火力掩护。行啊，半小时以后换狙击小组抬。我们走哪条路回去啊？重新穿越无人地带。为什么？这儿，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不都是路吗？我们干什么非要钻回林子里面去啊？打我头干什么？打傻怎么办？不会打傻，只会越打越聪明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越好走的路，埋伏和陷阱越多。这我都想到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一路杀过去。你要杀，
等你能演第四滴血的时候，你再杀吧。菜鸟一队，出发，走了。希望重了30公斤，这帮变态想整死我们呀！单元钻没有监控哨，让他们看见全完了，双元钻口是溺水，完了完了！你这个笨蛋，我们等会上去拿个干背包把石头放进去不就完了吗？算了吧，都坚持到这步了，再作弊被罚出去多不值啊！走吧，坚持一下，走！小心！一起走！报告，他们没有作弊，完毕。报告，他们正往幺洞幺两地区穿越，完毕。一切正常，完毕。是老太太呀，这么点路走得比蜗牛还慢。不住，说，为了避免埋伏，我们重新穿越了无人区。你以为我会表扬你们是吗？啊，他是伤员，时间就是生命，你们是他获救的希望，想过他的感受吗？告诉我，伤员为什么浑身是水？保重。说，在过河的时候，不小心掉水里了。你们把受伤不起人掉水里？报告，说，他渴了想喝水。闭嘴！卫生员出来。是。检查一下他的伤势。是。报告，他牺牲了。入列。是。知道他为什么牺牲了。报告。说。错过了抢救时间，伤口进水，伤口引起巨变。错，这是你们的愚蠢。我们的王牌飞行员牺牲了，你们先是拿着冲锋枪不规定的扫射，见过里边飞行员吗？在制定作战方案的时候，你们勾着脑袋不勾着屁股。可怜的飞行员就是这样受伤的，你们居然把他丢到水里，这是我们的王牌飞行员，该如何弥补这个损失？报告，走。王牌飞行员的身体都很好，如果送到急救室，应该可以救活的。他牺牲了，明白吗？我让你们去敌后抢救飞行员。你们带回来一具尸体。回廊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来参加追悼会。是。到那边，把他埋了。抓紧时间，快！
快！放下！来来，放！出发！帽子呢？在你头上呢。哎，这脑子都不够用了。别废话了，快，好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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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脱帽，默哀。战友，你本来不该牺牲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你遇到了这帮蠢材，很痛心，因为他们的愚蠢造成了你的不幸牺牲。安息吧，我会好好管教他们，为了不让他们的愚蠢造成更大的牺牲，我保证一定会让他们接受最严酷的训练，变得聪明起来。一鞠躬。二鞠躬。三鞠躬。把背囊给我拿出来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一分钱都不能浪费。把分填平了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半个小时。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抓紧时间。他的情况很糟糕，医生，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特战军官的苗子。现在不是他能不能当特种兵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站起来的问题，你明白吗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他的病情已经扩散了。小高，怎么样？小高，小高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把最好的排长给你，你把这个练废了，你说呀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那是我的病啊，我的病啊。啊，他才23岁，你怎么给他练废了呢，小高啊？
站不起来了，这个病在他的身上已经潜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。头盔拿下来。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叫做流浪丛林，这个地方你们都没有来过，我也没有来过。熟的比那生的好吃。我们不能随便吃敌后的东西。杰克，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暴露了啊？